这是摇车新一期的哦，不对，重来。哈喽，大家好，这是腾讯迷妹专访的新一期的 vlog。杨老师，你记得这是第几次参加迷妹专访吗？第几次？上一次你给我说过，第十一次。这次准备以什么感觉来参加我们节目？老朋友 ，old friend， 对。今天是要卖萌，今天卖萌。第一个主题，哎，这不是卖萌了吗？不对，今天呢是称不可测全新出道的一个 showcase， 那是一个正儿八经，跟那个发布会还不一样。这次呢就是正式的一个从团体到个人。这次 showcase 呢请到了很多朋友，包括我们的老朋友迷妹专访也来了。话不多说，今天呢我们就跟着我们的镜头，我们一会儿直播见。把那个文本全部弄出来，就是发在群里的那种。那灯光其他都 OK， 然后唯一一个我觉得叫什么名字？那个能不能最开始就给人数简单一点？追光就一个追光，好，黑，好，然后没，或者是第一遍副歌的时候起光。对，我觉得第一遍副歌吧。第一遍副歌的时候，要不时间太久了。对，前面就直接一束追光，好，打出那种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待会儿也看一下，如果还没看呢，如果好，如果就特别特别碎是吧？特别晃，这种从下面的 freestyle 的时候，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，我知道这张，我这样准备一下，再来那个。你看他唱的有点正式，正式，正式，我感觉他打歌了要来。张元上台的，我在 cue 你啊，是吧？对。张元上来，我在累了，你帮我唱两段。别，我自己唱了，进来粉丝认出你了吗？认出他了，肯定认出他了。哇，主要是都有人接了。我要 cue 你的。别，今天。这个野哥他们都没时间，我还在青岛，楠楠在海南，还有琪琪也在青岛。妈呀，今天这舞台可真累，我跟你说，一个人跳真的伴舞，伴舞也有，有伴舞老师，但是没得休息，那镜头就一直怼着你，完全不能休息，就不能换队形，真的休息。我本来躲在后面，你可以，这是我的拍，我可以稍微换个戏。你们先去吧。行，喊出那个最大的声音。后面那。扶上去了呀。开了不？啊，这化妆师从这开了。盛开的 valley。猫咪，呜，呼不出来呀、啊，那我就给你啊，猫咪。
戏剧形式，大家都是老艺术家了。音乐节的时候，我这个自然巨自然。对。带麦吗？带麦吗？你们有教吗？我怕他跳掉了。我不让你拍到我的手机。杨老师，你现在紧张吗？比跟团队一起开的开播一样，不是紧张，这一下紧张，到底是亮相，这也不是紧张，就是激动，这个有感觉，非凡的感觉，非常的自由。完了，我已经口齿不清了，不行，我是寸步可测。阿妹好歹也是见证了我的成长的。这次采访是创造营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现这衣服跟你创造营的时候那个颜色呢？创造营总决赛是吧？姚晨，此人17,064,262个赞，加油，姚晨来了！加油！我几次去云南发过，加油！可能是运气不好吧，代教老师很严格。后来，质疑、不屑。我看到台下有很多好朋友，是吧？好铁子 ，Old Friend 也来了，对，所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姚晨的支持，未来呢会继续努力。其实我平时发的图片或者是我的备忘录我的 vlog 都是我跟你们我跟外面我跟世界的一个沟通方式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我的物料去认识我。但这个也不像什么莫比乌斯的日落呀，老虎花，哎，这应该就是老虎花，是门禁卡，这应该这个材质有点，感谢粉丝后也会给我一个应援物，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给更多 cookies 吧，因为我觉得是他们来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必需品在这里面，很细心，
然后非常感谢大家，为我也为你们自己做了这个事情，对。然后大家的诚意我也收到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次 showcase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在整个过程中，它不比团里面，对。你是自己的话，你要做到自己一个满意的度嘛，所以你要去给老师们说，我想要一个这样子的，要一个这样子的。然后在中间调节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调节，怎么说呢，累是要比在团里面做的时候要累，但是呢做完之后那种成就感，虽然它比不上万人场次，但是成就感一点也不低于万人场的一个演唱会。对，看到台下全是 cookies， 然后看到全是红色的灯，对吧，一下那个感觉就来了，对，一点也不怯了，下手比较不怯。这次 showcase 遗憾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话是嗓子的状态没有到最好，因为前一天晚上是先去录了另外一个节目嘛，然后回来的时候，当然这不是借口，这真的不是借口，我只是说明一下，我觉得之后的话规避一下，对，因为昨天从录完节目之后回来就直接彩排，然后彩排就一直 delay 嘛，踩到了4点多钟，然后5点到家，差不多就睡了2-3个小时吧。对，嗓子的状态没有那么好，蛮遗憾的。但是呢，不遗憾的点在于呢，我尽力的去演了，然后台下也尽力的给我应援互动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可以评价一下这次粉丝莫比乌斯的日落的应援吗？哦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挺好的，这次特别好。莫比，哇，这边好，我只是给了他们一些压力而已，其实大家表现比上次好很多了。我的右边，我不是说左边要好一些吗？左边确实要好一些，但右边真的一点也不差。对，大家可能再练一练就更好了。我跟大家一起练，我们一起去练。那上去了呀。请简单介绍一下这次新歌。这次的新歌是上个采访介绍了吗？大家回顾上一个迷妹专访。不，这首新歌 Not Good。哦，那首那个其实就自己在晚上的时候自己写了一首歌。就那个不是一首发行的歌，目前来说这一个自己日常你想想，就跟吃饭一样，也不是吃饭那么简单啊，就是想写一些歌的时候才能写出来。要说你写歌像吃饭一样简单。不，别这样，压力大，千万别这样，要说写歌跟爬山一样难。可以和粉丝约定下万人演唱会吗？上次你也要我约定，真的我会努力，然后我一定会办到的。姚琛琛不可测，全新出道，从现在开始即刻出发。腾讯视频迷妹专访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看一下这个什么，就是腾讯视频的超市，放了不必回答。